来表演，就觉得仿佛全场他都认识一样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都认识，要讲两句话。没有麦克风吗？有啊，有啊。结果一调之后，等一下又要重调了。现在越来越好了，叫玫瑰红月团，他们做专辑。哦，老朋友，老朋友。他说他们比我们要早开始录，可是我有记错了。所以我们不是录的时候现在。那我们就可以，那我们就不用等下礼拜录完的啦。他娶了一个美女，时间过了一转眼，来到我身边。好了好了，喝啊喝！好了好了，喝啊喝！有我的身份来。因为他们将来